杯子，我们用双手高高的举起，一片真诚的祝福声中，请您干杯。八月的乐章已经奏响，请接受我们八月的献礼吧。听我在教育战线的您，任劳任怨，无私的为信塔的种子付出，在您信心的培育下，我们茁壮成长。祝福您永远健康快乐。Thank you, Anna. We'll all remember you.